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登堡时尚中国，欢迎您的收看。在11月6号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，一场代表中国内衣原创设计水平的游园惊梦，凸显着内衣设计的中华元素。欧迪芬杯2009中华内衣元素创新设计大赛总决赛在北京 D-Park 柔美上演了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这场比赛，进入时尚中国，中国国际时装周报道团队为您带来的第一时间资讯。在南北回归线前徘徊，无人在温带草原上游荡。想透过窗，心事莫扰然，寻纸上走笔，只字各一半。有色渲染是旅途，韵味被私藏。和你嫣然的一笑，如含苞待放。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。